阿 D 揾嘢食，最近經過 Budjam 大城堡附近咧，見到新開咗一間泰國餐喎、哦。咁我唔知食咩嘅時候咧，就去試一下呢個新嘅泰國餐啦。環境咧都還算 OK 嘅，而且入邊咧又賣啲泰國零食噶。咦，有檸檬魚喎、哦，好想食喎、哦，就 order 咗一個檸檬魚啦，再加兩個碟仔飯、豬腳飯同埋一個泰國炸蛋飯。先講個檸檬魚啦，魚嘅口感咧比較淋身啲啦，差咗啲啦，口感就。醬汁方面咧，酸度係 OK 嘅，但係唔夠辣啦，同埋蒜香味唔夠重啊。對我嚟講咧，呢個魚咧差咗啲。第二道就係攞個豬腳飯啦，整體水準咧都幾唔錯嘅，攞個豬腳咧就夠嫩啦，而且有一個肥肥嗰個醬韌蛋白啊，食起嚟咧幾正下嘅，味道都幾唔錯。第三道泰國炸蛋飯，呢個就比較失望一啲啦，因為我食嘅時候咧，以為咧係口感係酥脆嘅，但係咧食落去嘅時候咧，就好似普通煎蛋咁樣啦，唔合格。總體嚟講咧，依間泰國餐咧，對於我嚟講咧係填飽肚嗰個 level 啦。不過咧，你哋都可以去試一下嘅，價錢咧就食咗68蚊啊，三道菜，揾食高高，我哋下次見。